香港的部分大概就是我讲的，就只要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比较选民数少啊，候选人多，大概我们猜测可能大概大家就会家族啦、朋友啊、亲戚啊，大概就都会动。平地原住民他们有三地乡这样子，可以自选自己的乡长，可以选自己的代表，自己的预算可以照顾自己的。平地乡不是，它是盐旱杂居，所以造成了我们平地乡所有的权益还是在那个总统的道歉文里面说失去了很多权益，还一直在那个状态下。原乡的声音要表达出来，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哈，就是如何鼓励哈年轻人会来投票。台东明明原住民非常多，但是实际上他对于一个候选人能否当选的贡献度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在相形之下再看县长啊，县长的话你会发现到他就算是回来投票，他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太多的现实，所以造成这里面有一种心理的疏离感，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一种传统的一种投票的一种习惯的偏好，所以呢造成投票率一直都不高。投票率不高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特别的有一些实质的